今天是开学第一天，我们进行了几项有趣的活动。第一项是两人三角竞走比赛。早上八点，我们在学校操场集合。首先，学长告诉了我们游戏的玩法。两人一组，一个人的右脚和另一个人的左脚绑在一起。先到终点的那一组就是冠军。我们每个班级派出了18个同学参加比赛。这个比赛看起来容易，但是要做到互相配合还真不容易。比赛时，有的同学跌倒了，但是还是爬起来继续往前跑。最后，我们中医甲班获得了第一名。第二个节目是观赏歌曲表演。下午一点，我们一起到礼堂，观看了学长为我们准备的节目。节目十分精彩，我们都为他们拍手叫好。观看完歌曲表演以后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。晚饭虽然没有妈妈做的好吃，但是我们吃的都很香。吃完晚饭，我们开学第一天就结束了。